马上了，马上了哈。他乱说话的管理把他踢出去啊，把他踢出去。嗯。乱说话的把他踢出去啊。等一会儿你坐我前面吧。嗯，坐后面就行了，我帮你拿了。前面很容易封。前面很容易封。让我帮你拿就行了。白老师他们出去。嗯。看白老师坐坐那个没得车。坐那个的车，他白老师坐那个的车，嗯，他要直播，嗯，我这边要直播，对前面要上号。马上了，马上。下午就开始，从那下午就开始。哎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出来，朋友们好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出来了。出来哈，咱们出来哈。出来了。祝我们朱姨啊，惊喜朱姨啊，一路平安。来了来了哈。啊，大家有千纸鹤的送出来啊，送出来啊，有千纸鹤的家人们一起送千纸鹤啊。我们的朱惊喜朱姨啊，一路平安，惊喜啊惊喜。啊，朱姨，下一个是朱姨了，把大家把千纸鹤送出来啊！啊，对，朱姨啊，朱姨，惊喜，啊！谢谢家人们的千纸鹤啊，谢谢。走，小马哥你不走啊？给他，快坐，给他。用坐哪个车？坐哪个车？坐哪个车？定位呢？定位发给我。定位在哪里啊？你发一下给我，把定位发。没有定位，你们坐哪个车？坐他的车。你喂喂，我坐前面。喂，他那个没有定位，你跟着。我们坐哪个车啊？郭的。我在那边，我在提车等。你坐哪个车？坐哪个车？好，好，谢谢，嗯、好好，谢谢。坐哪个车？坐后面车，快点！哎，是不是？坐后面嘛，我操！前面不能直播，坐后面，老铁。你的手机呢？你后面没有灯啊？他还不让坐。啊，注意啊！惊喜，现在惊喜在那个惊喜。惊喜啊！惊喜在这哈。对，惊喜在这里。看看惊喜在这哈。哦，宝贝在这。在这里啊，宝贝在这里。祝姨惊喜一路平安啊，家人啊，宝贝啊，宝贝啊，一路平安哈、
一路平安了，朱姨。啊，朱姨啊，朱姨啊，一路平安啊。